今天这块材料是一位朋友定制的，底子很细腻，种水相当有潜力，一些位置完全可以透手指，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上面的飘彩非常有意境，有那种青山绿水的感觉。虽然这块料子有一点毛病，就是这个角落有一团死黏，不过看起来也可以利用，做成云雾的感觉。这样一想，是不是感觉一幅天然的山水图已经呈现在你眼前了？小胖，我不喜欢山水，我是打算送家里长辈的，你帮我根据料子把效果做出来吧。我们来重新看这个料子，棉重的地方我觉得影响美感，所以决定去掉。根据这个思路，换个方向重新设计。大肚弥勒代表福气，手握元宝意为纳财，纳财多福，相信长辈应该会喜欢吧。开干。实不相谈，见长安城的美，月下着泪一杯又一杯，知我这谁，原心早已做好准备，峨眉的月光点亮。